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那我现在呢，在今天新出的这个地图啊，寮东这边啊，然后打这个新的王，这只叫做东明圣王，啊，一看就知道是韩国人啦、啊。来，啊，这个地图啊，昌黎、寮东、渔阳，啊，这些是新的。啊，那东明圣王的话，它会掉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来，173级的王，它会掉180级的这个凌波火灵剑，哈，围攻的话可以到216，非常的高。我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天哇挂掉了，哇好强啊！没有，有一只莫名其妙网突然出在这边啊，所以我就被打趴了哦。可恶，这个徐晃莫名其妙出在这里，怎么办？我原地复活吗？可是原地复活又被他打趴、欸，那怎么办呢？算了，我懒得走了啊，花50元宝原地复活，闪！好，我把那个徐晃给他拉开，我想要单劈东明圣王。有机会吗？有机会。好了，徐晃他没有过来哈，徐晃他没有过来了。哦，这样子应该可以慢慢把它磨掉。来，好、哦，这个徐晃应该也是新出哈，等级好高，174级。来，再看这个什么虎贲破敌枪啊，这个170的一般般哦，看这个。平均在170，我们看180的就好，180好像就只有这一把双手而已哦，凌波火灵剑。哦，那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帽子，七杀法师180级的，可以到74，好，防御可以到74。来看一下下面会掉什么书，好了，这个是金刚数据，好普通啊，好普通啊，对，今天有新出副本，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好，新出副本。好，剩下因为打完的话可以做其他事情了，还算不错。副本，今天新出的副本叫做高，这个字念句吧，高距离入侵。哦，高距离入侵。哎呀，里面有熟悉的面孔，就是我现在打的东明圣王。好，那看一下他会掉什么哦。深渊魔刃170级哦，他在副本里面是172级，那这个嘞？碧水凝霜170级，奇怪，怎么没有到180级？好奇怪、哦。照理来讲，172级的王应该可以到180级哦，但是他只有到170而已。鞋子嘞？哦，170而已啊，没有到180。好奇怪哦，真的好奇怪。那他的书会掉真炼净化器，那还有盾甲之墙，还有这个循环强化，还有这个应该是气针，这个是活金剑骨。下面琉璃冥王，好、哦，琉璃冥王的话，他会掉什么嘞？看一下哦。气针、钢破、残红，那武器呢？好，因为它是167级的王啊，所以它武器只有到160而已哦。我记得好像是往上才对，为什么是往下哈、啊？搞不懂，还是我记错了？好，因为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玩了哦。这个是大武神王，有点胖哦，他感觉有点胖。幽灵冥王比较瘦一些，其他比较消瘦，他颧骨都露出来了。那输的话，这个降龙。罗刹，其实这个扫荡应该不会有特别雀跃的感觉。这个是深善王，啊，这个笑得蛮开心的哈、哦。元老权杖160级，不看了、啊，我们就看180就好了。木本王的话有点像猴子啊。大秦宫160级，不看了、啊。这个故国川王，这个有点像女生哦，有点像女生。他的武器应该也是160级吧，不看。闽中王，这个呢，这个新大王。有点像佛祖啊，这个咧，赤大王、太祖王、欸，这个名字都取得很好笑哎、欸，好吧，那太祖王170级，他武器是170级的金刚禅棍，66%，打完了没？还在打哈，还在打，好，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呐、啊，我来商城开个福袋好了，藤虎降临包，哦，开个一包，一段时间没有抽了，手有点痒痒的。来购买，查查，好看看看哦，说不定我累积那什么，看起来像福袋啊，结果不是啊，它是罗七器啊，对，今天好像有什么福袋的什么东西哈、哦，我看一下好了，福袋好像可以特，是否交换件？哎，是在哪个界面呢、啊？我记得今天有针对福袋进行调整哦，但是还不知道在哪里。全部炼造素材、配方单、转指令、名将珠，其他还是我记错了，好吧，
可能是我记错了吧。来开个福袋，开个福袋。好，那这个藤谷将年包呢，大奖就是这些书啦，暗夜降临哦，这个是170集的新书哦，藤角连集170集的，那虎豹话150集的哈、哦，这个藏在里面啊、哦，不过它几率比较高啦，它0.02%啊，万门之二，其他是0.01%。OK， 好、哦，那这个11包220斤哈、哦，不算贵哈，120斤啊，120斤左右来使用啦，确定有个神就好啦。哎、欸，有闪，好、哦、有闪，闪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强山的中黄螺，我的是黄天螺，哎、欸、有差呢，这个防御多很多啊，啊、哦、防御多很多。嗯，我看一下哦，这个智力的话它也多很多，多了34，不过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体魄的话多很多，多了60，啊、哦、多了60，好吧，这个还算不错啊，好、哦，那这个嘞，加9，哎、欸、呦，这个收集册也不错。这个呢也是有收集车，也很好啊。这个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我看一下好了。共工系列哈、哦，交易所。等一下我直接打这个好了，这样找比较快。共工，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搞好了，应该不会很贵。哎，没有嘞，没有人卖，怎么会这样子？那这个共工罐有啦。很便宜哦，18斤，好吧，那我这一抽应该是亏钱啦，应该是亏钱，没有赚啦，好，没有赚。我再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哦，我没有看到的，他有可能直接跑到那个仓库去的。云铁，叫白魂玉，好吧，啊，确实是没有赚，好想再抽啊，手好痒，啊，手痒，再抽一次好了，好，再抽一次，1264还可以抽啦，我有资格抽啊，来。我再抽了，哦，希望有个两闪好了，希望有个两闪来使用。刚刚是一闪，希望这次是两闪，确定。这是什么？专精秘录啊，这个没有用，可用于技能专精突破的古老秘录。这个来，玩具贵宾犬，我看一下小字好了。哎呀，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欸。哦，就那只狗狗比较好而已。我看一下狗狗几率多少好了，我看一下。哦，如果是武将暴击之术就好了哈。专精密度的话，哇，几率好高啊，6%。哦，结果我抽了22抽才一个而已。那狗狗嘞？狗狗就是3%哦，所以其实也蛮好抽的。好吧，我现在来看一下那个交易所好了哈，因为一段时间没有玩了、啊，我不知道现在的行情哦，一些物价怎么样。说不定用买的还比较便宜，自己还抽就是有点晕大头了哈。来，先从后面开始看，校正一本10斤，好，那这些专精书的话都很便宜哦，都是10斤起就有了。复疗盾甲这个是什么？感觉不错哎，可以补血。哇，这一本119，哎，好想学哦，好想学哦，可是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是哈。先转变150斤，那复疗盾甲的话只有一本哦，所以这本应该可能很便宜哦。没有成交记录，有可能卖得很便宜哦。不过我现在没有钱买啊，差快200斤哦。只如果不抽，我就可以买了。集血法看一下好了。集血法的话，800斤，我看一下过去的钱是多少。没有成交记录，好吧，好像跟我印象中差不了多少哦。打完了没？看一下。哦，东明圣王好硬啊，打到现在还在打。我现在还在打。我福利领一下好了哈、哦。啊，对，我忘记了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下，这个是新的活动哦，这个是新的活动，就是这个英雄荣耀兑换专区嘛。我记得那个他们来赞助广告也在说啊，就是玩的话有送这个橘魂啊，那这个是事实啊，哦，就是真的有送橘魂啊，你只要收集45个真战力，你就可以换这个百庆橘魂包。好，那这个真战令怎么拿呢？哦，在这边给各位朋友参考一下哦，在这边有一个挑战巅峰哦。那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你只要完成的项目哦，就可以拿这个真战令了。好、哦、像锻造加持30次啊、50次啊、120次啊、哦、180都有。那下面的话还有，我看一下哦，还有炼造强化哦，还有参与副本哦，这些都可以拿这个真战令哦。其实不会很难拿啦。哦，还有完成每日挑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橘魂包好了，看一下那个橘魂包，我现在手机有点烫啊，
哦，我用那个小米12 Pro 哦，这个手机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很容易发烫，那发烫的话手机就就会导发烫的关系就会导致那个玩游戏就会累骨比较慢一点。来，这个百庆巨人包点开来看一下哈，等一下，这个好像那个什么几百天登录那个福袋一样哦，好像差不了多少。像你看，像这里有蟑螂，哦，蟑螂的话就是我拿的嘛，啊，五季丰收等于加三张红。天哪，这个福袋的话，等一下，这里有不错的哦，鳌龙、十月树、关平、突破、千年水妖、命鸟，但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几百天送那个没有的哈、哦，羊窟、行军强化。诸葛诞、白虹，哦，没有啦，它其实还是有新增一些东西啦，只是这些画魂好像都不是特别强就是了，哦，应该吧。好嘞，哦，反正它的这个广告是事实啊，是确实有送橘魂，哦，东明圣王还在打，啊，现在有那个历史战场啊，看一下好了，我看一下哦，现在那个微醺醉醺醺150好。我看一下这个现在高手是谁排行榜，看一下好了，我要复习国战榜。哦，现在国战最强的是这个吉月嘉年呐、啊。哦，吉月嘉年的话，他的讨敌220，攻巡2623。哦，这个是最近一起的。那第二个是水蛟射完蛋仔，哦，760讨2217啊，且试天下2174象兵，好2076。哦，这个象兵我还记得哈，因为上次我在看的时候，很多那个小兵系列的都很强在前面。哦，狂野我就认识的哈，这个是鹰团的老玩家了。哦，420桃1915，应晨风，明天晴早一笑清风，蛮兵啊、哦，那蛮兵小兵系列的，什么爱大蟒蛇，小氪金的猛将黄虎龙斗，白衣沉沉。哦，好像每次开上来玩啊，就是这个熟悉的面孔就会再少一些些啊。哦，所以还是要珍惜每次玩的机会。骷髅吉特50人，骷髅也知道，好、哦，骷髅知道。我好想再抽福袋哦，可是我再抽的话，我这个金元宝可能会太少啊，到时候我要买一些东西可能会没办法买哦。我今天的话已经有买那个真玉皇宫骑晋升令的嘛，还有抽两次这个藤虎降临包。我看一下这个铁豹好了，这个铁豹是不是比较好？铁豹暗杀包，好吧，里面只有铁盾车我比较需要，其他都还好。哎呦，打完了，有掉什么好宝？我看一下哦。哦，没有啊，哦，没有什么好宝，好吧。哦，时间要完了，我先继续做家事的。哦，现在是晚上的11:20了，好，哦，先做完家事，哦，待会有空再继续玩吧。先这样子啊，各位朋友，玩得愉快。哦，这个徐皇真的很强，哦，我给他撞到趴好了，哦，这样子比较快，做个结尾，把小兵收起来。哦，徐晃，看他伤害可以打多少。哦，我其实可以撑蛮久的，我可以撑蛮久的，好吧，改天再跟他正面对，OK， 拜拜。